菜呢已经给您准备好了，在这里。当当，都是宁元的手艺，请坐吧。感觉今天他们特别异常，可能饭里有毒，你先试一试。不是吧，老大，你还不如送我去火星。那些都是你们的，我没钱，只配吃这个。等等，我要吃你手里那个。先生请用餐。感觉差点东西啊。您再试一下。那祝二位用餐愉快。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，利用食物相克，让人中毒而亡，死于无形，还没有留下证据？啊，哎，没事了，这么好吃，有毒我都吃。老大，这么悲的曲子啊。到底想干什么？方先生，您不喜欢这首吗？那我换一首。叶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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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了，求求了。方先生，方先生，您对我的服务还满意吗？这个是今天的账单。账单？